练习把它凑，要凑在一起就可以。你不能提早换，你也不能太晚换，你就要在这个叉叉的地方中间叉叉的地方换下一个和弦。虽然是说，假如就是 C， 就是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下上下下下下下上上下上上。那这个 C 是什么？